可能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猜足球吗？我猜，我猜克罗埃西亚，我还有打过世界赛，我不知道乱猜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先猜的，这是不是会耗他的？会吗？他都是公司的。我每次，我现在开播，每次都在猜猜看。假设猜，为什么？哎，那么多、哦。嗯，好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大家好准时哦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准时。我们也准时啊。晚安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画质好好啊，天哪！今天又到了这个厉害的会议室，我每次要在这边直播都觉得光很好。嗯。光啊！你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新的灯？对啊，我因为我现在在家都没有，我都早上播，然后就没有装灯，然后光就怪怪的。那你还是装个灯吧。因为你知道皮肤白有时候会过曝什么的，阳光就没有这个困扰。我是不能穿白衣服直播，我会脸会变完全黑的。你很需要阳光的照射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早上开个播。大家晚安啦。晚安。等大家进来。早上开播的前提是要起得来吧？起得来啊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之前都12点播，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有点难起床，好像有点想再睡久一点，然后我现在都改2点播。对啊，蛮不错的时机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下午播那个氛围蛮好的，嗯，很清醒，神志很清醒。刚起床的时候。对。嗨，大家应该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。我们这次有改到直播的那个 title， 听说上次没有改到是吗？嗯，对啊，那个 title 就八九，也有可能哎，不，上次应该有改到，因为上次应该不用那只手机。哦，我要记得改。早饭差点变八九月的生日抽选。啊，我们。而且我们刚刚那个，大家可以点点看热门语，我们刚很用心的想了热门语哦。你们可以点点看会出现什么。有人很坏，有人说黑白两人。我看到了。封锁他。封啊封啊！你说黑白两人，然后身高也是对一黑一高一矮。啊，确实。刚好反过来。还好妹妹今天不在，不然我真的是。你真的怎样？你真的怎样？身高的部分就先不说了。妹妹比你高吗？对啊。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你要这样伤害吗？二次伤害。没关系啊，生日会那天就知道了。就会知道我们差多少的身高。跟穿厚一点。不跟你们。我那天会穿高跟鞋。OK 啊。妹妹应该不会穿高跟鞋。哦，好多。难说。把踩高跷出来。不好说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12月生日会议。的座位抽选又来到一年一度非常紧张的时刻，就我每次抽的时候都觉得很紧张，因为觉得大家的命运好像掌握在我们手里。是，我们不紧张啊，你们倒是紧张一下。对啊，你们紧张一下，你们紧张吗？摩羯最棒，这热门语不错吧？对啊，刚好看得很开心哎、欸。对啊，被称赞了。摩羯座最棒。我们三个都没有结束，生日也很近。对，哎、欸，20、27、27、24、26、26。我们应该凑一个25的圣诞节生日。实习生抓一个谁？要至少抓一个谁？12月25号。这样我们就连线。所以要先那个书面审查，先跟12月25号。请问你是不是圣诞节出生的？20号有比较高几率进二审，这样。对。有那个圣诞节生的妹妹们可以。以后如果有那个甄选活动的话，记得报名哦。对。但九月的现在还是没有进来啊。哦，对呀，没有九月，好可怜。我们有那种一个一整个月都没人生日吗？之前是五月还是什么？好像你之前还是四月，忘了。有没有四月有？四月有。四月。哇。我、哦、现在每个月都有啊。只是5、6月的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嗯。一个月份没有也太空虚了吧，粉丝。等一个月没有生日会。今年没有这样，这个月没有。通常九月都会并到8月或10月去，嗯、所以通常九月都没有这个。嗯。然后5、6月也通常并成一个。之前是不是还办过线上生日会？对，因为疫情关系。七。今天可以脱口罩在路上走了。7、8、9月吧。嗯。5、6月到7、8月都是线上。那我们12月算蛮幸运的，都有成功的。
可能天气有点抑制了，病毒抑制了，大家健健康康，平安发发，晚上好。晚安。大家有特别想要什么位置吗？但是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到这个新的场地，你们好像是第一次，嗯，还没有看过那个，但只有看过前几个月份的照片，觉得那个场地很棒。嗯，可以，就是它有比较相对专业的灯光跟音响这样、嗯。大家也可以。就如果你们要拿大提琴啊，也是可以的哟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练习，对，很久没练，自己说，不好意思，你一定很久没有拉。我去年是真的很在想说，你们要不要现场组一个小乐队的？对，他们去年在干嘛、啊？去年最多是玩游戏啊。玩游戏？那、啊、你玩什么乐器？去年是冬元啊。我会什么乐器？唱歌吧，钢琴，钢琴，嗯，不好说，很久没练的话，就还是对，我们还是以唱歌，嗯。我们在喝我们的今年的水水、嗯，可爱吧？今年的瓶子跟以前也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颜色很漂亮耶，因为那个选举的关系，原本的瓶子没有缺货。但这个蛮可爱的啊，它的大小很刚好，适合放在包包里。大家当天都会收到啦，是这个砖红色的，有圣诞节氛围的小水水。嗯哼，漂亮。体积变小了，携带方便。是的。这样是几墨啊？280。280。原本是330。哦。差一口吧。嗯。这个蛮可爱的，喜欢。嗯，新设计。等等，瓶子很可爱的。缩水了。大家圣诞节要做什么？不觉得今年很没有圣诞节的 feel 吗？因为太热了。对, 对啊，到现在还20-30度，已经澳洲圣诞节十二月了，然后还在穿短袖，所以今年圣诞节应该要穿绿色的，嗯，因为澳洲圣诞节绿色，嗯，很热，过了南半球，想赶快冷一点，有啊，今天有开始，这两天有变比较冷，嗯，希望可以持续到生日会那天，然后到圣诞节那天，天哪，我只希望不要出，不要只要我只希望不要下雨，对，不要下雨都好。凉凉的天气啊，这东北季风真是不好说。圣诞节可以干嘛？去耶诞城啊？你有去过耶诞城？有啊，去过。感觉了哎，感觉人很多哎、欸。嗯，跟宿舍住一起去，很久以前。我只有小时候去过，长大今年再去啊。大家今年圣诞节要做什么？今年是迪士尼的、欸。是哦，嗯，今年的主题。你有去过圣诞城？今年还没去，嗯、去年去。嗯，跟谁？桃花桃花。哈哈哈哈哈！是谁？是谁呀？你有没有觉得我一年比一年更可怕？有，你讲话都埋梗。越来越，越来越，越有攻击性了。越来越有攻击。这也是你们第五次生日会。对啊，办最多次的是吗？11月跟你们差不多啊，十一哎不对，你是第一次，没有我们好像是第一 次，嗯、对，这我是第一次，耶，这样5年了，很快耶，对啊，我还记得我每一次生日会穿哪一套，我都还记得很清楚，我记得比较清楚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嗯，我穿白衬衫加个牛仔外套，第一次是学院风，嗯，第二次是什么？变成我们的，第二次好像也是圣诞。啊，卡其色，嗯，是吗？第二次是跟乌鲁吗？对，好像是卡其色。好久以前。然后第三次是那个。跟紫萱爸爸。有嘉宾那一次。对。猫猫跟那个。猫给我穿蓝色。对，圣诞节主题他穿蓝色。然后第四次就是去年嘛。嗯，动物园。是我们动物园。紫萱，我们三个。今年有了新的，今年有新的主题哦，各位。对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圣诞节的元素。你要不要猜一下看是什么主题？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吗？有新的成员哦，妹妹，小雨，还有新的妹妹。对啊。但今年每一次都是有新的排列组合，我们永远都不同。我们唯一从头到尾参加的，只有我，全勤好学生。好诶。叔叔，你们家叔叔哦，小精灵迷路吗？哎、欸，小精灵好像也蛮可爱的。嗯，我东西都已经买了，你给我想要改什么？抱歉，姐姐。
明年啊，明年主题、啊。明年之后再玩。去年玩歌曲 bingo 连线跟借物的游戏。借物、哦，记得。bingo 对耶。东西已经买了，大家猜猜看是什么风格？你喜欢这个风格？哎、欸，这风格是谁提的、啊？你吗？是我吗？还是妹妹吧，妹妹。哦，是妹妹，对。妹妹提的哦。我们想说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然后想说妹妹第一次生日会嘛，想说想给她许愿的感觉，嗯，所以就问了她想要穿什么风格。对啊，然后她就蹦出了这个风格，这样子。不可以抱怨哦，居然是妹妹许愿的哦。你干嘛给妹妹压力啊？她才刚进来，我觉得很棒啊。这个风格跟你们的瓶子有关吗？跟我们平常玩，我觉得唯一一点点相关，现场的布置应该会，希望对，希望有一点关系，尽量朝那个方向努力。嗯，那我们要公布答案了，是妹妹许愿了复古风，好像我们还没有做过这个风格，但上个月他们是不是复古？算是复古，他们是听说是华灯初上的复古。那我们会蹦出什么样的复古呢？会不会有时代穿越呢？就不知道。古埃及那种古到爆那种。我们复古来自不同的地方。有可能哦。时代穿越，复古风算不错。嗯哼。肯定要不错的啊，妹妹想的。现场布置也是刚讨论了一下。嗯。应该会大家蛮好拍照的，我觉得。努力。嗯，可以。我们要穿的那个。那个气息一点的，但还是会有一点点圣诞，嗯，对，不然穿就是穿圣诞风来一定就会比较好拍照了。对，大家也可以，如果想要融入那个氛围的话，也可以穿一点点圣诞氛围的东西，嗯，就可以拍好看的照片。是的，多复古，黑白吗？我们是上次是黑白，我们是上次拍照是黑白。我们上次拍照是黑白，嗯，这次有黑白吗？这次只有肤色是黑白，肤色是黑白，对，就这样。妹妹是黑还是白？妹妹是黑吧？妹妹中间一个渐层，中间啊，渐层过渡层，渐层，因为身高也是渐层，这样在中间的话，嗯，我们这组合很可爱，好好笑啊，可爱就交给你。不知道跟妹妹会蹦出怎么样的火花。对啊，平常相处上她讲话多吗？超少，不多，很害羞。妹妹很害羞。不是问十句她就。可能是不太熟吧，然后年纪很小。嗯，毕竟我们差了。要数十一岁。要数出来吗？然后你看她年龄两倍这样子。有两倍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有哎。有吗？你几岁？23。那有啊。快，你要24了。对，没有要23，还没有啦，差一点而已。他现在11要12嘛，两倍啦。他是11要12，他不是12要13。11要12。11要12哦，嗯，所以他才小6。对啊。跟幼轩那时候一样，所以差两倍差不多。吃锤。早知道就不要聊这个话题了。跟你才差一倍而已啊。差一倍啊。我都快要差到两倍。对啊，好小，真的好小。天哪。QQ， 到时候穿旗袍吗？不好说，你们期待一下。哭了。台上的各位不好说。品衡一轮，你刚刚表情很，我看起来很错愕吗？我刚刚看起来很错愕吗？我看你有一种我开错话题的感觉。对不起，我终于知道诗雅的感受了。每次在这个话题，你有这感觉是不是？我好像渐渐的能够理解了。就听他们在讲他们学校国小什么综，还什么高国中什么综合课哦，还有什么自然课、理化课，那就有一种就是很像可能诗雨啊、诗雅啊在听我们讲话，七七在听我们讲话的感觉。有离那么远吗？有离很远。嗯。晨晨是 TP 年龄最小，啊、对、嗯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现在不是。晨晨已经长大了，他高中了对吧？对。哇、
看着可以开直播，看着他长大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样大家也是会看着妹妹长大、欸。大家也是看着你长大的、啊嗯，你也七年了，毕竟也推久了，生日会五年了。你生日会就五年了，再往前推七八年了，台烟更久。对，怎么样？看着我的成长过程，谢谢大家参与这一切。但平常其实因为身边的朋友什么不会接触到年纪这么小的人。所以其实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对。话题都不一样。嗯，对。其实也蛮想了解他们现在这个十二岁的妹妹是流行什么、啊，或是在想什 么？对。好好奇哦。现在才看到浪推播的通知，怎么是打十月？我有改到吧？你有改到吧？我刚看他跳走，我有改到吧？十月生日会？是吗？我应该有改到吧？我看一下。可是你刚刚是从8+9改的啊？对啊，他现在打十二，他现在跳十，就是选字的波。看一下，哎，要怎么看啊？他哪里会显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点进来就直接点进来了，他没有显示啊。好吧，我们不要纠结这件事情了。没关系啊，毕竟我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大概应该五年习惯了吧。那我们来抽签喽，各位。我们前面的聊天是为了放松你们的心情，真正重要的要来了。那我们先验票了。好、啊。来，一到五号，这里。三到十号。这几折？两折，这样看。对折，对折。11-15，16-20。这个音乐很浪漫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的？21-25。26-30。这个圣诞清单，哇。圣诞节也有开心的歌啊，对啊，有吧？刚才玛丽亚凯莉31-35，36-40，41-45，啊有啊，嗨的来了，46-50，51-55。56-60，61-65，66-70，71-75，76-80，81-85。哦，我这是什么？谢谢今天的刘玉婷唱给你听。86-90，91-95，最后一张96-100，耶！好紧张啊！要开始抽了，你要不要找一找？那先从哪里开始？是啊，我们之前好像都会前面的留到最后，对，然后从最中间开始抽啊。你们希望先抽几张看看？先从中间好了，十跟十一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对，十吗？那你先抽。好啊。第十抽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很牛，你很牛吗？坑。71-75，你上去哦，第十抽。那我抽个11好了，感觉也是蛮中的。抽个11，嘿，16-80，我要顺着下去吗？顺着啊。OK， 我就往两端冲啊。好，可以。第九抽，可能是66-70这样子，不
是十八六到九十。现在很不紧张啦，等一下就比较。看一下，那我抽个第七，第七抽。四一到四五，感觉是蛮中间的。抽错第十一抽，已经抽过了。十一抽错，真的是第十二抽。好，十六到二十。我每次都要说，有进场都是好位置，不管坐哪。对，还要说。晚上那瞬间就决定坐哪里了。对啊，抽个，这都是场内，十五好了，能见面就很幸福。想想之前疫情没有办法实体生日会的时候，多难过啊！真的，十一到十五，我刚刚说十五，还好有姐在，真的每个人都忘记，我错了。第八抽，第八，三一到三五，哈哈哈哈哈，我来个十八，然后目前有抽到你们的吗？一定有抽到了，八一到八五，十八。是第十四抽，是，嘿，五一到五五，五一到五五，十四，你要忘几次？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。OK， 好像之前没有忘过，然后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开始忘都忘失。我应该确诊过了，脑雾，怪给确诊了。啊，我抽的，这场好像都确过诊了。对啊，妹妹有确认，天哪，第十七好了，第十七，给，五六到六十，第十三抽，反正冬天了，十三抽，九一到九五，嗯，抽的。十六，这个都是后面，那我抽个五好了，五，第五抽，三六到四十，哎，好刺激哦，越来越刺激了你们，这个第六抽，哎，四十六到五十，六。这个要留最后吗？当然了。这边留的，那十六。好。第十六。是没几支签的。六一到六五。第十六。OK。那还是第。第四。第四抽好，往两边。二九到三，二六到三十。脑雾，没事啦。在前三跟后，那我十七抽，抽第三，第三哦，哒啦噔，噔噔噔，二一到二五，耶，啊，前两，这个脸，好会抽。其实二二三四四四，其实我们蛮什么说的、啊，没有什么很乱的感觉，看起来像没有洗过牌一样。有洗，这公平公正，公开。太会抽了，那我要往下抽了。好啊，十九抽。还好是这样子，第十九抽哦。六到十。恭喜。把重点再放在前面。对啊。不过它都是好位置啊，会有在场内、啊。最后有那个后面的风景，有后面风景的好。哦。因为我们说不定互动也会下去。嗯哼。大家都行。那我抽个。第二。
一到五号。嘿 ，OK。好，一起抽最后一个。一起抽最后一个。好，那我抽，你抽哪？我抽二十，你抽一。好啊，二十。我们切开啊，等一下。你几率是一样的啊。一二三，九六到一百，九百一百，真的是最后六九六六七十是第一抽，恭喜各位，这是比较晚买的意思吗？九六到一百，没有，这是本来给他们的数字是乱数，然后乱数，哇，好，那好极端啊，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对，大家可以截图一下。那就是白色衣服的脸，就像这样子，很有爆料。看到吗？哎，有全部进去吗？这样的。大家可以截图看一下啦。可以来个嘟嘴吗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不可能的。要看就来生日会现场。谢谢朱里恩的星星。好，可以放。这之后是还会寄到他们的，对，会再寄到他们信箱，正式的哈。大家要记得去确认你们的信箱。OK。终于完成今天的重责大任。嗯哼。你们后面为什么那么多奇怪的生物？后面吗？这不知道谁画的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长这样。我们刚进来就长这样。足球，它很应景。现在是足赛，他很应景。对啊，为什么是气的？是不要发我的画的。是我们才能画的吗？不知道。可是足球很完美。对啊。你画东西是我画的，我画的。反正有工作人员这么闲吗？感觉就是我们成员画的。不知道谁。太立体了，这足球超完美。会画画的人。他其实画画蛮好的。嗯。值得鼓励。对，是这样说吗？没有，不能随便进会议室。那个成员听到现在就开始画满整个白板。会不会下次有很厉害的一幅画？清明上河图吗？对啊，这个白板就值钱了。怎么会有栗子的声音啊？你听错了吧？谁的？哦，他们说是林忆云画的。真假的？林忆云小朋友清楚，他们说是林忆云。他看在哦。刚刚还见到他。对啊。原来是他。哎，他画的不是清明上河图吗？是吗？真假的？啊，真的。啊，他怎么他是什么情况下画出这种东西的？我们刚刚有批评这幅画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对啊。我们说他很可爱，对啊，我们说他很可爱，对吧？说他没事没事。对啊。摩羯就是讲话比较保守一点。确定诶？没有没有。你一针见血一点吧。叶云前两天直播确实有画画哦，他在这边直播的，对，我记得他有在这边直播。嗯。他画。皇帝气儿二号。皇帝气儿。他没有手诶。可能不小心被我们刚刚擦到了。哇。这边也有一个我刚画的爱心啊，你怎么没有夸奖我？你看，可爱吧，可爱吧，好棒哦！我帮他，这边蓝色，他把求生欲好强，整体一点红色，毕竟还要一起生日。对啊，必须的。妹妹会不会很紧张啊？突然他会哦，我觉得会，他非常的紧张。我会很亲切的。嗯，我怎么说不亲切的？哎呀。现在出道哇，笑里藏刀。没事啊，我觉得应该会玩得很开心。嗯，第一次参加嘛，总是。而且有那个新的妹妹，就有不同的火花。嗯。然后我们年纪也是相差了一段，所以感觉会聊出一些年龄层的差距。肯定是他要开口。会，我们会让他开口。我们会让他开口的。大家多多有环特殊环节的，大家可以多多给那个妹妹一些回应。嗯，对，还有我们给我们一些回应，期待到时候跟大家见面啦！十二月十一号，不要记错时间了哟，各位。这次是礼拜天哦。对，礼拜天是时间出来了吗？时间出来了，星期六出来了。我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没在记。是几点啊？三点，两点半进场，三点开始到四点。OK， 听姐姐的就没错，不要听我的，我的不准，你可能会记错。期待，期待跟你们见面呢、啊。反正时间不要拖到多好。对，时间不要拖到，大家要乖乖的配合工作人员姐姐们的指示哦。嗯通常是你们偷到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会乖乖听指示的。我会好好注意的，检讨一下。
有没有姐姐的生日会？有吗？姐姐的生日会我还没看过耶，我们帮他们办一个要不要？还是就当天有当月寿星姐姐也一起庆生，好像不错耶，一吹蜡烛好像可以。十二月好像没有吧？十二月没有吗？好像不错耶，感觉以后可以做这个，就是吹蜡烛的环节，姐姐可以一起许愿，这样就不用了吧。吹蜡烛的时候是他们在拍照的时候耶，我们就不要上去了吧。惩罚游戏姐姐一起玩，只是想惩罚姐姐。哎，没有了，你越来越坏了，你才坏了。哎呦，好啦，那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拜拜的时间了。快，好快哟、哦！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，大家记得为什么他这么歪啊？为了看爱心，为了看爱心。把它等下调一点啊。OK。大家记得要确认自己的信箱，然后确认自己的位置。你需要再看一下吗？需要吗？不用了。应该还好，刚刚有给大家截图时间。OK。看大家当天见啦！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谢谢大家看直播，拜啦！生日会见，拜拜。